太岁菩萨开示，众弟子年关将近，好好念经，多放生，会化解一家灾难。年底也是收人之时，只有行善积德之人可以庇佑灾难。我太岁菩萨会多多护持修行心灵法门的弟子以及你们的家人。师父，因为这个同修挺担心家人的，完了这个太岁菩萨就是对他开示了几句。师父，弟子想问，太岁菩萨开示我们要好好念经，多放生，会化解一家灾难，具体是不是指的我们念的消灾吉祥神咒，在放生时候也可以祈求化解灾难呢？师父，都可以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放生本身就是财施法施无畏施三施俱全的。哦，啊，是的，是的。我们除了好好念经、多放生、多要忏悔和原来做错的事情，是不是有效帮助我们避开灾难呢？是不是？对，你想一想，你如果菩萨老加持你，你是不是避开灾难了？你天天心中有菩萨，天天念经，你说你会不会避开灾难呢？嗯，好了，嗯，会的。